好，提醒驾驶朋友，这个星期的油价也要带你来关心啊。今天开始呢，这个星期的油价调涨每公升0.1元，柴油是不调整的。调整之后呢，92无铅汽油每公升来到33.6元，95无铅汽油每公升35.1元，98无铅汽油每公升37.1元，超级柴油因为是不调整，所以还是维持每公升32.4元，这是这个星期的油价提供给大家。